山平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妖无精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话说唐僧路过一个白骨岭，恰巧碰到了猪头里的白骨精，这妖精变幻多端，白龙家的魅力，想吃唐僧再挫挫白龙马的锐气，未必，师父说我看未必，人性本善，悟空何必锐利，醉意那八戒带着祭祀醉意，他劝着沙师弟一起萌生了醉意，只有大圣识破了白骨不停的追逼，想让他的魂搭上最早班的飞机，啊一次归西两次归西三次归西，师徒二人间的信任遇到危机，三打白骨精，悟空吃了三个紧箍咒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唐僧翘着嘴角说，师父的心思你怎么猜都猜不透，反正哥有不死光环，要不怎么写小说，山平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妖无精，扫尽天下白骨精，为了锻炼哥仨体能，不惜被妖怪抓走，金蝉子幕后大佬 AKA 徒弟杀手，你别说这大圣是真有心，比风火轮还快，他踩着筋斗云，战斗的实践家一飞就十万八，怪不得紫霞仙子都那么迷恋他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师父营救，还暗自侥幸这次大哥没有明咒，差点丢饭碗是悟空内心的独白，其实我也有功劳，小白插着嘴，这个时候沙师弟也站了出来，啊没事你们聊，俺就是来划个水，八戒盼这下顿能有酒驾是稀饭，悟空还在顾虑着九九八十一难，师父说此行目的并不是求取真经，凡尘最妙的仙丹不过是有你真心，天平妖魔多变幻。